What's up everyone, my name is KAHO’S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I'm a Japanese living in Shanghai, China for more than 10 years. I would like to do a lot of interviews in this channel. So today I'm going to ask Chinese girls, what do you think of Western guys? I hope you enjoy this video. If you like my channel, please subscribe. I hope you enjoy my interview. And let's get started.我叫咪咪，对欧美的男孩子有什么样的印象？说他们比较注重健身啊、打扮的方面，然后呢，就说他们讲话有的时候也会加加加加加，就一点English这种。欧美的男孩子和中国的男孩子有哪一些区别？中国男孩子可能在个人形象呢没有欧美那个男孩子注重这方面，对很多事物的看，欧美男可能要更加开放一点，可以跟他们交往吗？谈恋爱吗？这个还是要看有感觉，还有那个合不合适之类的。相处了才知道，会有哪一些事情会有一些问题出现？ 这可能就是生活习惯方面吧，语言上啊，然后那个还有一些看法之类的，就是没有这方面经验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叫 Rena， 是欧美男生有怎么样的印象？第一个，他们可能比较热情，可能社交上面也比较好相处一点，跟那个中国男生相比有怎么样的区别？那思想可能会更加开放吧。你有没有交往过欧美的男生？这个暂时没有。会不会想交往？如果有遇到合适的话，是不可接受啊，你有这样子的想法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可以接受的。 谢谢你的采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橙子。Orange 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可以不可以接受跟外国人交往啊？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，虽然我没有接触过外国的男孩子，有点兴趣，可以体验一下。嗯，我的印象里面可能就是个子比较高，然后就是喜欢运动，然后有一些肌肉，跟中国的男孩子比较什么区别？我觉得更有一种荷尔蒙的感觉，完全可以接受跟欧美的男孩子交往。 对，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的。可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莫涵。对，就是欧美的男孩子有怎么样的一种印象？我觉得他们比较可爱，然后很开放。跟中国的男孩子比有什么样的区别？就是思想会比中国男生会比较开放一些吧。就是你有没有交往过欧美的男孩子？没有，愿意不愿意？也可以。叫什么名字 Sissy，桑尼，我可以接受跟欧美男孩子交往。没有尝试过，没有尝试过，对，都尝试过，没有尝试过。会不会跟他们交往一下？我以前在美国读书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华裔。哦，我的英文不是很好，可能我没有尝试过，没有这个想法。为什么你觉得华裔比较喜欢呢？我觉得沟通起来大家对文化比较认知比较差不多。中国的男孩子跟欧美的男孩子中有怎么样的区别？觉得目前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哦，是吗？对，我觉得中国男生比较大方，可以说吗？可以，我比较习惯你请我一次，我请一次，当然我不喜欢 AA。 明白，能不能交往那些就是欧美？我认识太多，但是我没有感觉 ，no feeling，no feeling。我叫 Soda。对那个欧美男生有怎么样的印象？我觉得欧美男生的话都会比较积极吧，他们比较热情一点。中国男生有怎么样的区别？ 我觉得跟中国男生区别还是蛮大的，因为像中国男生可能大男子主义会多一点，然后像欧美男生，他们可能跟女生交往比较向往 AA 制啊，或者说自律的一个感觉。是你更喜欢中国的这种风格，还是欧美的风格？其实，在欧美男生中，我会比较偏向于那个阿优这种的，那个黑人hip hop这样子的。那你有交往过那个欧美男生？ 也不算很深入的交往，就是有接触过。交往可以不可以考虑？可以考虑，可以考虑。我叫 Ziki，Ziki， 你对那个欧美男孩子有什么样的印象？可能比较成熟一点。跟中国男孩子比较有什么区别？区别的话，可能相对来说，我接触的比较少嘛，可能就看上去比较的。 难以接触，在上海你会有机会接触到吗？比较少，比较可接受吗？可以的，性格方面还是，对，性格合不合这一方面。Hello， 我叫 Echo。欧美的男孩子有怎么样的看法？跳出来两个词，第一个可能比较绅士，第二个可能比较儒雅一些吧。跟中国的男孩子相比，区别，他们可能更喜欢把事情简单化，比较 open 一点，比较 风趣 一点，而中国男孩子可能有时候会比较的倾向于把事情做的比较暧昧化，就没有那么清晰。
模棱两可，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。确实，你说的倾向于美的男孩，我喜欢简单直接一 点。有没有跟欧美的男孩子交往过？有一个，他们会比较有趣一点。我说的这个有趣是，他们对于生活，就我觉得中国男孩子好像除了，唱歌、喝酒、娱乐，就是他们消遣的外国人消遣的方式会更多一些，的户外的一些元素啊，追求自然的一些元素，这样的元素会更多一些啊。白，然后创造力啊这些方面都会更加强烈一些，我觉得。明白。人就会显得比较有趣一点。对对。有多长时间了？半年。是怎么样认识他的吗？其实我们是邻居。是邻居啊！好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西西。欧美的男孩子有怎么样的印象？我的印象里面，他们长相是比较立体，身材是比较高大的。长相立体，身材。性格上，不是特别了解，因为接触的相对少一点。你会愿意接受？可以啊，我感觉这种东西就是不分国界，就包括很多客观的因素都不是限制，就是彼此感觉好就可以接触。好了，谢谢你。Okay, so that's all the interviews of the day. It was interesting, right? Shanghai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, and the girls in Shanghai, Chin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pen-minded to foreigners. I hope you enjoyed my video and give me the thumb up. I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if you subscribe my channel too. Thank you very much, and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. Bye.